这买了这个去年的，这个不干的，这个多少钱一方？这就是大的。这个一百二，不干也一百二。不是，一不干我不能卖。哦，不能卖哦。对，那我不能卖。哦。我不是有不干。为什么不能卖？他。你不亏的吗？我打点钱就算了吧，我们累啊，你得拿着再。我得问一下老板。你问一下。哎，再上台一下。